六协兴业总经理张志敏、嘉义乡食品副科长陶清正是到学校示范新时代庖丁解猪，引导学生认识猪肉各部分的特性和烹调的原理。是首创哈，全国首创。我们希望借由猪只的一个肢解的方式，让学生了解整个猪的一个构造，进而了解它的特性。那师傅在肢解的过程当中介绍特性，也同时会介绍这些未来在料理上它的应用的一个功能。餐旅系系主任郑希南表示，食材不只是一块肉，不同肉品部位有不一样的口感，各有适合的料理方式。透过这次示范，让学生了解肉品各部位，掌握食材的特性，清楚了解就是这个猪的结构，然后让我们就是能对这种部位的比较了解，对，比较了解，对。那在猪肉的处理上，你现在有没有比较有概念？有。同学表示，猪肉分成很多的部位，每个部位都有不同的油脂分布和特性。听完庖丁解猪讲座的介绍，让他对猪肉结构和如何下刀有更多的认识。台视新闻联播李桂妹采访报道。